来到五六音乐下午茶，我是莉莉。那个男人的歌声细腻而饱含感情，唱到动情处会让人不禁落泪。那个男人对歌曲的演绎跨越性别的界限，无论是男女歌手的抒情歌曲，经过他重新诠释之后，都会成为一首不输原唱的作品。那个男人被封为催泪歌神，那个男人就是杨宗纬。还需要多久多长多少你才会听见他没说的话，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，他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。需要多久多长多渴望你才会走向他，贴在他的身旁，微笑像谎言一样是最起码的假装，眼泪只能躲藏。那个在超级星光大道一集主题为地狱与天堂的节目中，以一曲雨天唱哭了在场的所有人，也得到了全场的最高分，并因此赢得了演唱电影主题曲多余的机会。杨宗纬在节目中说过，哪里有失落哪里就有爱，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。也许我的爱对你来说是多余的，但我的爱却不会因此而改变。我还是站在了多余的一旁，无聊的歌唱。我像是一双多余的翅膀，不能带你飞。是一帆风顺，但因为对音乐的热爱他都挺过来了。因为声音的特质，他得到了台湾音乐教父李宗盛的赏识，亲自为他的新专辑操刀。李宗盛曾经说过，他最欣赏的男歌手有三位，分别是张学友、陈奕迅还有杨宗纬。他的爱让人飞
他的爱让人无畏，看冷眼对如今的罪，不肯认谁在出轨，碰上了谁不会，不是吗？偷来的才是宝贝，这千真万确的爱为何是别人眼中的罪，却我拧头看，输了过往爱恨累累，我的心在悔，因为你曾怀住的悲。上虽无良方，该来的不必慌，先止住专情，再结了念念不忘，再试试用两年，模糊了初恋模样，才好指望从此再无关弘扬。说得好，情话坚持蜜糖，可不着可往，可多了穿插长情如温火，未出热泪滚烫，爱早远了，谁还在原地是谁有的。来到点歌环节，莉莉要读出一位网友点歌，网友陈现五破女二号，她说想点一首洋葱送给光宝宝。从没有和你说过，其实你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，谢谢你陪我走过那段最艰苦的日子，虽然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，但是还是祝你幸福。这么的守护着你，这么的等奇迹，这么的让自己像是空气，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，今晚多开心，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可取，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的看着你，偷偷的隐藏着自己，如果你有想对他说的话，就请在五六音乐下午茶的播放页面下留言吧，你的留言有可能出现在新面墙上哦。如果想点歌分享你的心情，请站内信五六音乐下午茶人人网公共主页，或者私信五六音乐下午茶新浪微博。用音乐品味生活，用音符记录感动，每天与您相约五六音乐下午茶。